2年16岁，星梦小花姚卓菲，前年凭一曲《恋爱预号》人气急升，更被封为国民初恋。当时佢就自称从未拍过拖，但转头佢被爆恋上恋慕男 Marcus， 兼有疑似两人亲密合照同埋短片流出。据悉，猛料富爸爸唔富为保护爱女，不惜棒打鸳鸯。除咗火出入品对女儿嘅私密相申请禁制令之外，还超快送女儿到新西兰留学。姚卓菲早前在港时，又到最爱嘅主题乐园游玩，期间竟然撞见恋慕男，并且拖住新欢，此事当然令佢伤心不已。日前，东周刊就发现宣告初恋彻底失败嘅佢，喺尖沙咀街头好唔开心咁嘅样，失落愁爆。幸好有猛料富爸爸陪伴左右，兼使出浑身解数，终于成功驳回姚卓菲开心一笑。由于姚富为氹爱女一笑，将架车泊喺街头，结果被警察送咗一张牛肝。